大家好，我是 UCLA 的孟令森教授，祝大家亚太裔传统乐快乐。作为一个亚裔呢，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，就是平时工作比较认真，学习比较努力。大家不要介意别人怎么说，不要担心自己工作太努力或者是学习太好，这是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亚裔来说发展的非常有优势的地方。我还是想提醒大家，在学习好的基础上，我们应该多发展一下自己的 social skill 和自己的 communication skill， 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，我们还是非常讲究大家的个性以及 leadership。 作为一个在学术界工作的人，我希望能看到更多亚裔学生在我们科学界做出更多的贡献。